You say lovely things to all of us, and you mean every word you say.爸心肝，连你的性未够的，无一个惊吓到啊！阿爸哦，要断开啊，等你。我是被这个在那里玩到作死，我没有等个那个。你等阿爸回去才要到位啊！阿爸暂时有听你无？我们相当好奇，不知道来的灵魂到底是不是当事人过世的父亲。因为爸爸讲话真的是很慢，然后爸爸说他头痛跟心脏那个确实是有，然后也确实爸爸是很疼我，然后再来就是爸爸后面有跟我讲一两件事情，那是。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，然后我那个事情我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包括爸爸也是一样。所以你当时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？确实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。张小姐说，三年前父亲过世时，当时她正好在外地工作，没能来得及赶回见父亲最后一面，这个遗憾一直拖到今天才得以补偿。而用通灵术和牵亡魂，让很多家属能跟过世亲人的灵魂相会，还能交谈，也的确能异常家属心中的牵挂。观灵、通灵、牵亡魂是种神通吗？还是确有其事？就在亡者交代完事情即将离开之际，要等的时间到，好，放好，好，会等啦，好好好，好，皇上哈，那皇上讲完，这先生会等分位哦，皇上。镜头前这一幕，被附身的道长瘫软的身躯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抽离开来，这现象似乎没办法能解释，但是精神科医生却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。那医学上当然是无可解释，我们总是觉得你可能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，因为都没办法证实。科学是一个，医学是一个标准的科学，科学多得很，门目几百种啊。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可以重复验证，可以反证，可以大家去做都不要这个效果。吊亡魂和观落阴不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因此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真的。只是让人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却能有某些人能看到特殊的景象或是被上身？对啦，观落阴就是一个解离的现象，他可能受到某些催眠，也可能他自己就诱发自己的这个解离的状态。催眠解离都是，他催眠是要催眠别人，他们都是有一些比较神经质的特质，他们会陷入另外一个精神功能的状态啊，也好像是他们有一般人讲双重多重人格，然后他会恍神中间出现很多类似幻觉的感受，他以为那个就是真的，然后他把它描述出来。就像很多人梦境栩栩如生一样。的确，有些人觉得在观落阴过程中，这种反复诵经、念咒语，还有法器敲打的声音，真的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催眠效果。精神科医师则认为，某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，就很容易被诱发进入这样的状态。这些幻觉，它是所谓的似幻觉，它没有好坏、对错、是非，因为它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。对，因为它多半都是天生的，跟基因相关的比例占得非常的高，后天的所有形塑力量有改变，可是改变的可能只能改变部分。用科学解释这一切，似乎从灵异现象变成幻想，而从宗教或心理学来看，这种沟通某种程度上的确抚慰在世者的心灵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这样暗夜场景才会流传千百年，不断重复上演。